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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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这个主角莫讲我才来哦。娃娃，今天是阿姨哦，从细汉看伊大汉的，你做善良的哦，你会当做伙哦，是你天使人的心内好气，爱好我珍惜哦。我知影啦，多谢阿姨。对啦，娃娃，讲真实的啦，你若是讲真实安尼嫁出去哦。 我这最计白欢喜，心头骨得郁准。哎呀，姑，哎呀，你讲郁准是郁准啥？哎，讲安尼嘞，这都是安尼啦。我意思是咧讲，娃娃会当找到遐尼好的归宿。我这心肝头欢喜，这是应该的啊。不过我伊得把娃娃当作是我家己的亲生的查某囝，你伫咧看下台钓。我参照我这做老爸，要甲查某囝安尼送出去，敢是讲心肝头？ 干嘛？干嘛？边仔即个礼拜啦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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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真的感觉足幸福的。志宝姐，我买来当作是我亲戚爸爸，我要给你友好。花姐，我要祝贺祝贺的呀！听你这句话哦，我就心满意足啊。小琴啊，今仔日和你去做大姐的，足无用的，辛苦你哦。没啦，啊虽然是无用哦，啊不过足欢喜的啊。这订婚酒食完哦，大家去办迄个婚典嘞，啊你唔只有算是完成阮爸的心愿。是啦是啦。啊，秀英姐。哎。啊，请过来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哦，啊，你拄只讲有代志去处理一下，伊处理出来，连就赶过来。哦。啊，五点外钟啊，应该会来啊，这对的。就是打个电话给通知一下嘛。嗯，好啦，我来打电话。拜谢，小等一下哈。没啦。谢谢，再拜托你啊，真多谢你。好，我明仔去找你。好，拜拜。门哥。告你爸消息。无啊，对昨晚到今嘛拢无消息，敢会出代志啊？没啦没啦，啊手机啊你啊卡看卖尔。我已经卡几工啊，拢卡未通。是不是讲因为拄搞报出来，啊，家想要争者啊，所以四界行行咧？只是我是安尼，阮爸伊咪跟我联络啊，伊咪我烦恼的啦。哎，你看，还是我打电话直播间，看真能刚好等到传接无？好好好。直播间，我是文强啦。哎，拍照，请教你一下，你真能刚，你唔知道等到传接无？不啦不啦，无代志啦。啊，志宝姐，无你无用啦哦，再见。安怎啦？志宝姐讲安怎？志宝姐讲哦，传奇怎样去找伊啊？啊，对祖先大家伤害啊，伊感觉真实的真艰苦。但伊根本想袂开去做公代志。没啦没啦，无这个代志啦哦，你莫想想这。安怎？你是讲阿伯？什么？剩半条命，伊阁唔肯讲？哦，真正是嘴边骨头更硬。好啦，等你摇伊。你顶摆甲你讲话。小英姨，你心肝有够硬，叫人甲我拍到安尼。谁叫你要反背我？多
当初时，你若好好甲配合，一切拢听我的，嘛袂误我呢。大家无路通行。今日吼，你不但反背我，阁把我重要物件摕走，我无找你，就要找啥？敢问董树川，应该伫眼球头啊？这拢是你逼我，我所做遐个歹代志，拢是你逼我去做的。妹啊，我将所有的罪证拢撒给我。我今日只不过是来讨回一个公道尔。莫讲什么公道不公道的问题啦，我搁问你，物件要害我无？物件无伫我身躯边，就算你甲我拍死，你嘛拢摕袂着。物件伫倒？我唔知啦。你真正是要我歹看？你都唔惊我死啊？我今日无命啊！规地我即马，啥物拢无啊！我命一条，要抬要挂，随在你啦。好啦，既然你叫小姐你好，我无你法啦。不要紧啦，我等下就找可心，叫伊出来，不要啉一杯咖啡。不依，不依，我不准你去找可心。可心，你啊，赶紧找可心，你敢对安怎？我就跟你拼了！你别这么激动啦，是你自己不肯配合。我现在就找可心，好好饮一杯咖啡。回家讲我这个周大哥是寡娘照顾伊。一鸣啊，我求你了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别伤害可心啦，你别对我那么恶意的啦，拜托啦，一鸣，一鸣。川姐，你安尼讲啦，我也无讲要对你安怎啦，我也无得期望讲，把我的物件摕回来。你若肯配合，啥物拢好参详啦。你让我小考虑一下。你免考虑啊，即马就回答我。那无，我就要挂电话啊。不，我拢听你的。物件交上，是我金星啊！哎，郭三啊，是我啦，是你哦。放心啦，我拢练得好势啊啦！我即马要甲迄个检调员来约见面啦。啊，卡车遐尼紧哦！周渝民即马随时拢会反头来加咧，动作那么赶紧哦，我惊代志有变化。啊，无恁即马啊，伫要见面啊？有啥问题是？哦，无啦，啊，我就是小关心一下尔啦。问题啊，拢练得好势啊，即摆约一个新时公园见面啊，吼！那有任何代志，我阁通知你，好不好？好啦。安怎？咧新兴公园？好，你怎随派人过去？代志要办了水快。明明，阿妹是了董树川。你放心啦，你阿哥那只刀，我一定替你偷回来。安尼就好，阿哥啦，这资料你先看者，我来去无用啊。来呀来呀，小姐，阿青哥有联络着无？有联络着啊，阿就讲对大家歹势，伊即马先赶过来。青哥是有啥物要紧的代志要办呀？我讲我嘛唔知影呢，啊，
快点啦，放心啦，爱心老公一定会挂过来啊，没问题，好。我跪起你啦，我来老家看卖啊，啊，看了提前通知啦，吼。哎，可以啦。有几样？我做啦，啊，你小姐，小姐。阿贤啊，阿贤啊，请客要到未？不能爱搁等一下。是啥物代志遐尼要紧？因为我婚书拢耽误着。伊嘛唔知。歹势哦，耽误着大家的时间啊！哇，袂啦，袂啦，我是惊伊讲哦，耽误着吉时，会影响着你的情绪啦。送去娃娃订婚的会场好不？啊，不过你伫咧闹婚呢？我不要紧啊。袂用的啦，你伤到这么严重，我宁愿送你去病院。谢明明，拜托你，无论如何，我应该挂在会场。我是女方的家庭，我袂用无教。啊，不过今麦有甚物代志比你的性命更加重要？有啦，娃娃的幸福，娃娃的婚事，比我的性命更加重要。我已经几多届啊！我差一点仔毁掉伊的幸福，我这届袂通搁再耽误伊。就算讲我剩最后一口气，我嘛要让伊欢欢喜喜，甲心爱的人做伙。谢明明，我知道我讲这的话，你听起来真诚意。啊，不过我是真心希望伊会当个结账，两个人白头偕老。我都爱为伊暗一世人。顾三，娃娃甲建章的代志，我早都无肯定心肝内啊。我相信娃娃，哪里无希望你有代志啊？所以我更加袂当让伊为我的代志来烦恼，甚至袂当让伊知影我今仔日受伤的代志。我惊影响到伊的心情。我希望今仔日是娃娃上欢喜的一天。你带连我这个老大人，我一世人从来唔敢为娃娃做过啥，我即摆唯一会当所做的，都是让伊欢喜。请你成全我好不？阿哥，你若唔去载我去，你敢放落来，我给你想办法。好啦好啦，我
先送你过，啊，不过你若是无爽快，你得跟我讲啊。我知影，吼，我袂要紧，你开较紧的，吼。联络到无？哎呦，我嘛唔知是安怎，到即摆阁无看到拜的人啊！奇怪，人家拢到时间嘛到，到咧变啥嘛，伊走倒去啊？我哪知？即摆亲家亲戚拢伫咧内底，阿爸无来是变挂手机。我有开机安尼，先开倒去。袂用的啦，要哪样呢？啊，不哩联络袂到人啊，无你个卡看卖。啊，就是卡袂通啊。没没看恁先，先别，先来按来按来，我都开始了，你来开。阿燕啊，亲家到底是有啥物代志是？奈到即马阁还袂来？我嘛唔知啊。兄弟，破产到了。哎，是啊，我妈袂讲呢。啊！敲电话嘛，我联络袂着，现在我要急死。啊，可能罗林太车应该在面头搞啦。老三，我刚才应该送你到家呢。我知啊。谢明明啊，你放心啦，今仔日所做一切，我拢记你的心内。我知影你受委屈啦。好啦，卖阁讲啊，你紧入去，大家拢在等你。好。你今次也不要紧。我不要紧，我会看你。谢明明啊，你赶紧离开啦。无你甲周一面派人伫咧遮监视，若看到你的人伫遮吼，代志就害啊！我知影啦，你家己买较细滴哦。我知影，好。时阵也无看人影，阿哥，卖生气啦！什么卖生气？你有看啥钱嘛无？啊，一看亲戚，大家安尼等几波久啊呢？那足奇怪呢！啊，那大概轮到娃娃幸福的时阵，伊就伫咧找麻烦。李处长，不要紧，搁等一下啦。别等啦，卖安尼，让娃娃伫咧受委屈啦。啊，就是讲伊无来不要紧啦，我这客杯主持就会用的啦，伊袂来啦，来开始。这娃娃袂来啊！姐夫啊，你是咧结什么派头啦？你啊，你莫跟我大细声，还要抢我这个老爸位哦。新婚少年人欢欢喜喜完成订婚，咱两个再慢慢啊算啊。时间也差不多啊，你赶紧跟大家讲几句话。哦，当然没有。姐夫来。姐夫啊。各位贵宾吼，今仔日做歹势啊，叫阮囝婿话着，小可迟到，好亲嘛，啊，落各位亲戚朋友伫遐等哦，实在做歹势。啊，家己慢来，看来我再来。
我唔知影拄只有偌侪人，也算讲我今日袂来啊。啊，不过咧，我要伫只甲大家讲，今仔日咧是阮查某囝一世人上重要的日子之一，所以咧，其实恁大家拢免怀疑，我一定会到。不管我伫天边海角啊，还是有偌尔重要的代志，我拢一定会赶到位。因为伫个过去咧，我有真多重要的代志吼，不管是伊满月吼，头一届读书，伊毕业时阵吼，甚至是头一届找到工作，我拢无都参悟着。而且我唔知影讲，以后是不是还有机会会用参像今仔日安尼陪伫伊个身躯边，陪经过人生重要的阶段。娃娃，爸爸无耽误着你的订婚，哦。而且爸爸嘛希望会继续看你结婚，看你生囝，看你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。爸，哎啦，对了妈，你放心啦，你的身体永远拢会留空间啦，食饱就无问题啦，哦，永远拢在每位的身躯边陪伴阮，啊，阮对你有信心啦，各位对吧？哦，来，好，啊，无咱即摆开始交手指啦，好。相信我，这下我都躲过啦，哈，安心啦。答辩就是安尼爱逞强，什么代志讲不好，是有什么代志比伊性命较重要？我等了解爸的心情啦，爸是希望我甲娃娃的平安婚礼会当圆满，无希望迄代志来搅了来破坏。Thank you.
建良讲哦，青爷即马人正咧动手术，青爷安怎还唔知影？等结果出来，伊会随间联络。唉，一件好好的喜事，想袂到竟然发生这种不幸的代志。是讲这个五三哦，真了不起呢，受遐重的伤，无顾着家己的身体，安尼硬赶来参加外外的订婚，搁冻到尾还割手指，是足甘心的呢。是啊，这都是做父母对待囝儿的心情。你看，伊伫店内所讲的话，这五三实在是疼娃娃，伊希望做一个好爸爸。是啊，想袂到五三竟然有温柔感性的一面，这根本都不是我过去日本之前做实习五三。伊真正改变真多，上大的改变就是跟娃娃小人了后。唔单是因为真正赎罪，还是因为娃娃的善良去感化伊，非得伊的想法甲态度，确实是甲较早无同款。有影啦，若要谈到较早，伊是以利益优先，迄老可能为着别人无顾家己性命。可能是因为建良甲娃娃的婚事，因为伊几啊届拢无结局，伊是为着要赎罪，为着无要影响因的幸福，唔才会无顾着家己的性命。安尼硬赶来，希望伊赶紧好起来。万一若有啥物三长两短，伫建中甲娃娃的心肝内，一定会造成真大的遗憾。就是啊，希望天公伯啊会当保庇。即摆是安怎？你变啥棒啊？手机拢拍袂通。埃及办了安怎？什么啊？证据搁更提议，一项提议。奇怪，物件都已经分手去啊，奈搁无去啊？你真正是不通的，叫你对付一个人，你都无才调，你食喷大汉的哦。好，伊喏。院长，你是不得去啥啦？啊，是落董事川哦。伊是算什么东西啊？伊不可能走会出我的手中心啦！我早就甲好起来啊。真是的，伊什么在对？算算去，你若无想要，可能莫讲啊。明明啊，唔是我白甲你讲啦，是我无希望你也牵连入去。这是查甫人的恩怨，你莫知影怎尼做较好咧。我知影你是为我好，啊，不过。我就想要抓到伊，细伊两个嘴皮，拖一个万块。这你放心啦，我的细汉早就甲拍甲无参像人啊。假使你若想要报仇，这仇我已经替你报啊。那呢，你甲证据摕转来，董树川就无法度阁对付你。伊真正是惊唔知路呢，既然敢甲你作对。证据的代志你免烦恼啦，我来处理。那呢，伊人呢？伊即马手头已经无证据，就表示讲无任何利用价值。伊是毋是想要甲伊解决掉？你讲的。你莫问我哦，你拄则毋是讲过啊？这是恁查某人的恩怨，我上好是莫知影伤济啊。对啦对啦，你阿哩讲就对啊啦。明明啊，你知影无？本来吼，我心情是足歹足歹的，看你入门，我的心情规个拢好起来。你即马知影讲，你对我有偌哩重要啦？院长，真正就爱讲生出来呢。哦，我无哩讲生出哦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你一定会互我感动。安怎？院长，车已经伫楼下等你啊。好啦，我随落去。我有代志，我先出来。听周一鸣的口气，董树川一定是凶多吉少。假使讲无赶紧找到伊，恐惊无命。医生不是讲拜手术真顺利，现在到今嘛未清醒啊？免烦恼啦，啊，阮姐夫哦，吉人自有天相啦。
我看免外久哦，伊就精神起来，甲我伫个搭水库啊啦。哎、欸，六万，六万哦，精神啊啦，姐夫啊，姐夫，爸，爸，啊，恁哪拢袂伫遮啊？爸，你敢知影母妈烦恼你诶？你受伤先做白挂来病医，你若是有啥物意外，你叫我是要安怎啦？伊当看到你甲坚强结婚哦，我都无啥物通好遗憾啦。爸，你好好保重家己的身体啊！你毋是讲要看我结婚，要带来报孙？哎呦，姐夫啊，你有影足害的呢哈！你毋是少年呢，才开遐尼结婚啊，做啥物代志哦？轻重爱分啊！啊！你若是讲有三长两短吼，你是要叫娃娃甲建中安怎样才好？是啊，爸，我娃娃的代志我来烦恼就好啊，你根本就免得这边讲啊。你无同款啊，我若无教，我惊娃娃会感觉危险，是吧？无你搞连订婚典礼都爱停落来，我免阁害着娃娃的幸福啊！啊，这么好啊！我就拢无代志哦，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就好啊。爸，爸，到底见什么人？去提什么物件？是谁来抬咖你啊？我是玉姐检调一段，我要甲周一鸣违法的证据交回，结果这半路，还用造假杀救出来啊！结果人无等着了，搁好抬吊上。连证据嘛好笑去！我你这么意思是讲，你提甘巧明的证据？啊，这件代志，阮也拢唔知啦。就迄天啊，董事长来找我，我才知影讲，伊为着要保护科信，为着要赎罪，为着保护阮强的工程会用顺利进行，所以咧，伊就保障家己的性命，佮救一命车命。提伊违法的证据，结果呢，伊和周一鸣都个走投无路，伊才来找我，把物件交给我。伊希望我会当出面检举伊哦，和周一鸣受到法律的制裁。爸，遐重要代志，你先说，无甲阮讲啊。我都无希望影响你订婚的心情，啊！而且这件代志，我认为愈少人知影愈好。我本来廖春讲啊，我用啊心不低鬼不干，把代志处理掉就好。啊，像这样找一个人来抬我，迄个人证据也要抢，人也要杀人灭口。我看，一定是周一鸣派来的啊。无唔对，一定是甘巧明。咦、欸？是讲嘛是奇怪，何啊这层代志啊？姐夫啊，是你安尼私底下秘密伫咧进行，是安那周一鸣会知影？我派人甲你跟踪，我跟踪到你甲人约束的所在，哇！遐哪咧讲起，这一位英明真是有通天的本领哦。你做啥物代志哦，拢无法度躲过伊的目睭呢，吼。可是有淡薄奇怪，知影我去遐的人，除了我甲对方以外，都甲董树川呐。海啊，海啊！苏川可能已经在伊的手头，现在逼伊啊套外围了。爸，你到底是咧讲啥啦？我伫遐半路，董苏川卡上电话我，啊，我一个无提防啊，我个约会地点讲出来，我咧想伊当阵董苏川已经和周明抓去啊，再派人来抬我。讲来讲去哦，明仔这回你足无意思的啦。啊！参照遐尼危险的代志，你安尼单人独马去，万一若发生什么不幸的代志吼，啊！你到时啊叫天天袂应啦，啊！无人甲你斗相共，可要安怎样才好？都对，当初是你叫阮家己去，就袂发生种代志咧。啊！我都本来了准讲，代志真紧就会当解决啦，算不算都袂哦，添加麻烦出来。
那你后来呢？爸，你是安怎逃走的啊？啊，是刚才拄好有人经过遐啦，迄个石秀杰丢拄，我著赶紧找一台警车走。啊，是我运气好啊，啊，无一届哦，我真是无命。对啦，对啦，以后啊，你都唔通阁逞强啊啦，无迄落大概都有遐好运的啦，总有一届啊，你会去食着见啦。啊，我的伤不要紧啦，我即马关心的是董树川无性命危险，才摕到证据向证据，而且伊个人阁无消无息，我实在都替伊烦恼。照你讲起来，江巧明甲孙兰死，所有代志拢解决啦。啊，就问退地现在位时阵，伊敢去挡着你，我绝对要叫伊背命。只有讲的无唔对，江巧明根本就唔是人，害死阮大兄，甲即马受到法律的制裁，煞愈来愈无法无天啊！当头白日敢杀人，这也无甲假死哦，敢过天理啊！认输认输啊，千万莫妄动。爸，真系去妄动啦，我绝对要找伊算账。你咪踮咧呛声啦！当我是咧呛什么声啦？才是种笨拙，无我好囝含我当丢着，我敢有资格做爸的囝婿啊？你看你这样冲动，还见点话对伊激动，你咪当我拍鬼耍头哩！我什么好在冲动？周一鸣甲爸害到安尼呢？我无找伊算账，敢丢着？你拢卖插手啊！我的计划甲安排，这件代志我会处理。爸，但你即摆倒当要是要安怎处理啦？你唔免烦恼，这件代志交我来烦恼，你放心。是发胖就是发胎，我们那也没烦恼。好啦，等爸出院了，咱大家好好参详。对啦对啦，国杰啊，恁着咱爸都爱好好静养，卖甲烦啊啦。不过我，看你今麦是安怎啊？你看我倒伫遐上啊，动作是废人。哎，爸，我无你意思，我是。你不是，你不是要较安分到你的厝？我也想空想空，想要共死呀！阮这份也有了无唔对吼，同我苏传应该是有招我英明抓去。我就知影讲哦，阮爸一定出代志啊！伊即摆伫倒位，恁敢有消息？哎呦，阮姐夫刚才接到恁爸爸的电话呢啦，就我英明家里阿姨倒场，我根本都唔知呀。是讲你免烦恼啦吼，阮本来想办法去找人啊。怎啊知哦？阮爸交保出来了，我得应该陪伫伊身躯边，莫放伊一个人。哎，今嘛若是出什么代志，看我是要安怎啦？可是啊，莫想遐济啦，这免怪你啊。这当然莫爱怪我。我到今嘛，才了解讲，阮爸情绪压力有偌大。我之前佮常佮伊起冲突，完全拢袂当体会着伊的感受。我是了解后悔啦，我是安怎当初时袂当对伊较好个，袂当去体谅讲伊的痛苦佮压力。可心啊，你传真个无怪你啦。那你看，今嘛无伊的消息，无代表讲哦已经出代志啊。啊！即妈妈，大家拢伫斗三工咧找啊！我相信应该真紧就应甲恁爸救出来，啊！希望阮爸真正会当平安无代志。可是啦，你也莫艰苦啊啦吼！大家拢嘛了解你的心情啦。恁老爸会当安尼介绍几种吼，有这种勇气，袂歹滴。阮会想尽办法来甲找啦，嗯。曹医师，无问题，交我处理。嗯，小医师，你别挑剔气的啦，会足好慢的呢，绝对找不到恁爸啦，还是交我啦。你是咧敢抢啥啦？你都比我较好慢的，搁敢讲？嗯，你跟咱分家几年啦？你才是碰风吹鸡啊！你吼，啊，但恁两个以后也袂啦。哎，恁拢袂晓看场面的，人即马大家坐遮参详代志，恁若是要当要插话啊，我是跟随外口去啊。哦，马大哥。春节这个代志，你先请你斗相共，啊，我会联络我的朋友斗相看卖啊。规日一定要在上短时间，把人找出来。啊，无伊就明迄种人的手段，真正有人烦恼了。我了解，较等下啊，我随时叫你联络。可心，你看，大家拢在斗相共啊，你安心啊。好，多谢大家。
二姐，二姐转上啊，慢些慢些，你等下，我给你照顾啊。哎，老弟啊，我有讲过啊，你的代志顶着我的代志啦，哈，来来，我来。收。结果，我看你将头发走出来，我猜你有问题啊。你来上班啥多啊？就是要送上面啊，对有收银问题无？哎，那一款代志，你不要讲啦。那有啥物对有啥物收银名？我来想到底啉酒年老代志啦，你先等伊。你莫骗我啦！恁咧是毋是讲我毋知影？恁到底有当是家己人无？你甲娃娃拄订婚尔，卡叔讲啊，拖你做伙去，万一若出啥物代志，我是要安尼甲娃娃交代啦。你放心啦，个人做个个人担。今仔这个代志无论如何，我一定对你去。叫你讲到你无你去，敢真无够意思。不如坐来参详啦吼。来来，接接来讲，接来讲。到底，我到底电话上，我跟你讲得真清楚哦。阮丈人把代志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收听的。哎，无问题啦。啊，参详老院长都照常甲写落去啊。亲像这款白骨囡仔，老担这上，真正讲是在畏罪。嗯，真正畏罪就对了。来，我先来，来，到底来，这边。这个陈巧明啊，竟然敢用 BB 的手段对阮丈人拍，我嘛用粗残的手段对付伊，看是要生还是死啊？弄看卖得知啦，啊。对啊，伊唔若对付老局长，佮对付巧医师，因老爸是有够可恶的。对，宋志文啊，为特别替巧医师。等于靠背有了。我问天，我问天，敢会当卖创治？